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 DLC， 甚至个一楼的部分啦。那第二期剧情在日落谷一口这边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直接用暗暗宅急兵过去吧。就。所以说我应该要就是破完这边然后再去打完 BOSS 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猜的啦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没关系的，有破过我应该就可以了吧。就好，看一下地图，是我们要往下走吗？而这边之前是我们往这边走。有人大声。啊！我刚没存档，尴尬了。完蛋了，我错了。OK， 快转快转。好，走吧。刚不小心死掉。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啊。这是新的地图。哦，这个有个洞。咦，毛毛，你看，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凌乱的足迹，前往日落谷的方向。不愧是贝卡队的伺候，要是能比我早发现就更好了。你去死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时候是谁没事跑日落谷去啊？日落谷里头到处是落叶妖，一般来说对聚落无害，也不想被打扰，所以大家没事也不会跑进去晃。是啦，没事不会跑进去晃，那是因为跑进去晃的都没好下场吧，被巨大的眼睛凝视什么的。哦，奥胖就是这样还发高烧三天的，躺在床上念着什么眼睛好恐怖哦，有够白痴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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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嘞，你不觉得我话没说完啊，反正就想进去调查看看嘛。经营的职业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哎，反正说了你也不会听嘛，那就 Let's go。过得毛，因为要做的事哎，既然要这么多，去一下就好了嘛。好，我决定了，破完这边我要再去打一次那个最后一张的怪物。竟然真的给我进来了。讲成这样，你还不是跟来的？我是不能跟哦。那么就好好搜搜看看吧。哦，好。然后大家记得上一集就是莫莫莉亚被砍伤之后，然后主角说叫她姐姐，所以意思说她姐姐原本不是精灵哦，应该也是人类吧？我猜的啦。我靠！刚是看到楼下的东西啊，不是楼下，就是下面。臭玩意，前面是落叶妖栖息地，各位小心点。落叶妖刮起的风会把人吹走，平常乱跑也就算了，这里掉下去会死人的。放心放心，我可是天下无敌的玩意，萨尔里姆大人的，不然怕我酸，你背我、啊。哎，人家在跟你讲真的，你干脆现在给我跳过去死一死算了。Let's go。嘟嘟嘟嘟嘟。我不要跳下去的，我不是智障。哦哦哦，原来如此！哇靠！我被吹走哎！哦哟，这不打不行啊！下面是有东西啊！算了，先不要好奇。
呦！因为我不确定下面有没有东西，掉下去应该要重走，我也很肚烂。哎，没东西嘞，所以嘞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？哦，下面还有东西哦，找书嘛。我现在跳不回去了哈。有可以，哎呦！这里跳过去吗？跳看，可以。OK。哦吼吼，吓死我了！好，这应该没了。好，我刚刚上面一层好像还有东西，可是我竟然跳不过去。哎呦呦！好像这里吧，从这里跳，跳不过去。不然都要从最上面那边跳过去。就从上面落下来的时候，有了。啊，只是钱而已，还好。Go。哦，完全都是手汗。哦，圣诞点。哦，我家的灰尘好多哦，我前几天才打扫完，现在灰尘又一堆了。真讨厌，而且窗户都关紧紧的，怎么会有灰尘啊？照理说还是有灰尘，可是不会这么多才对啊。OK， 下面有东西吗？感觉有。看到那只猫了，上面应该是没东西吧？对，没东西。哦，被弹飞好远。刚才是猫了，要不跑去哪去？跑到这边应该没事的吧？那些奇怪的树叶怪是怎样？人家没怎样，就跑过来攻击。恶煞图果然是很野蛮的地方，一下子把雨生收走，一下子肌肉棒子，气死人了。嗯，不管这么多，要坚强。你现在可是一个人呐、啊。咦，又是跑过来了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可恶啊！没办法，继续往前吧。可恶！我先回去。一宿，真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们往下看吧。下面应该也是没东西才对。我怕走下去就死掉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，还好我没掉下去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啊，这边不能爬。OK， 真的好像没有存档。看不到下面的地图，先不要乱跑。这边到底是……哦，好，没了，下面应该没了。感觉这边是剧情的地方，那上面呢？哇，吓死我了！这种东西吗？没有。我们上去看看好了。哎 ，nice！ 哦吼吼吼！吼吼吼！好多钱钱。好，所以下面应该是巨型的地方。嘿，没错，猜中了。哇，手还是有点流手汗。哦，存档点，太好了。存第二个，存档还是很慢，气死我了。喂，奇怪，因为觉得前面有动静，一路跑过来，什么人也没看到。臭阿姨，我提醒一下哦，我们已经跑到枯叶墟来了哦。知道啦，知道的屁，刚才已经被落叶妖追着跑。哎，等等，就不要被我惹到落叶妖大王，到时候我们吃不完兜着走。好啦，我会注意的。哼，臭阿姨，上面好像什么动静，都等到这，都去看看吧。好哦。应该打 boss 了吧？看到他了。他说上面对不对？所以下面应该没东西。应该是吧，我猜的。哎，有东西啊！不管，我们先上去看。
存档点在下面，所以应该不是在上面。上面应该是没东西啊，应该有一只宝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有个鸽子哎，这是下一个 DLC 的场景吧？我猜的啊。好，所以好，我们走到另外一边上面看看。西啊，这边应该是没东西。那我们爬这边看。哎呦，刚被卷进去。声音，我有预感自己在找谁了。OK， 嗯，这个绷带有够会找麻烦的。算了，我暂时不想追究那家伙怎么来的。这里可是落叶大王的家，先把人找出来再说吧。多灾多难哦。好啦，应该只想往前跑吧。我跑好快哦！好，所以要赶他下来就对了。OK。哎，我怎么跳不上去？我怎么跳不上去呢？对了。看到你了，哦，到下面去了，见鬼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别抱怨了，人家可是猫呢，走吧。喵。哒哒哒哒。怎么了？好，跑来跑去的。下马是很可爱，没错啦。可是你现在干嘛？奇怪，这个时候怎么找半天都没果子啊？讨厌死了啦！人家对自己的友爱求生本领很有自信的说，累死人了。啊，那你看起来挺舒适的，喵。好吧，中场休息时间。睡觉，先存个档。啊，这边 DLC 剧情也蛮多的，目前大概录了18分钟吧。不过往前面没有东西的嘛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在前面的东西没有 ，OK， 是 BOSS 可能在那边打吧。生命是从自己传来的啊，人呢？鸽子，咦，找到你了吧，小不点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不然还有谁？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乖，给我下来，我不会扁你的。才不要，遇到你肯定没好事。有本事上来啊，喵！
哦 ，BOSS， 糟糕，我有不好的预感，怎么回事？我建议你快点下来哦，你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，才不要，你一直要骗我下去，这是福利吗？现在是怎样？你砍他吗？不会吧？怎么可以摔得这么夸张？哇，这是什么剧情呢？各位，这捆绑吗？不要过来，人家的那个人家的哪个啊？啊，某某，他错乱了。嗯，我大概知道原因了。两颗蛋蓝宝都弹出来了。总之，先想办法把你弄下来。欸，不会这么刚好吧？这是又是什么怪物啊？六叶妖大王出现了啦！帅哦，可以合体哦，好大的眼睛哦，惨了，这下遇到不想遇到的东西怎么办？真遇到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就叫你小心，不要惹到人家，老娘快气死了啦！我靠，这不是我害的啊！话也这么多，先给我把落叶大王赶走啊！哦，我要算了，来吧来吧，他应该不抢吧？哇！拿硬弹，OK， 硬干才是王道啊！哇，哇！快逃，快逃！暂时是赶走了，赢了，差点要被落叶妖家族活埋，总算捡了一条命。臭阿姨，你下次再给我爬日落谷，我宰了你哦！好啦好啦，你要怪怪这个家伙啊。接下来问题是该怎么把人家弄下来？这感觉藏很紧哎。喂，小不点，你有什么想法啊？人家不知道啦。臭阿姨，我想到一招了。哦，怎么样？哼哼，那当然是用我的必杀技。成功了，喵！我来接。左边不是，右边点。臭阿姨，小心逃！哇，这个胸部。臭阿姨，你是要不要醒啊？快点！快给我起来！
我现在不能按，是没办法，很慢。好啦，你想走了、哦？刚刚怎么回事？小不点人呢？我把绷带割断，他掉下来，一屁股坐在你上，然后你昏过去，现在醒来了。怎样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你好像对我有点冷淡。对啊，谁叫你不听我的话？我有没有叫你别进来？有没有？你说，你有没有乖乖听我的话去办正事？有没有？你说，你也太坦白了吧？不高兴，你可以去找棵树撞一撞，哎，撞了，死一死啊！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。好了，对不起。谢谢姐姐大人哦，哦，他本来就叫姐姐的、啊，是说那个小不点怎么逃到这里来的、啊？有点介意。天知道，趁着乐月大王回来前，现场人呢、啊？知道了。哦，所以他现在不见了。好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好，目前摄影之歌的第五期都到这边结束了、啊。